哪这么慢呀、啊？穿衣服呢？妈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呢？这么长时间才来给我开门，你怎么搞突然袭击啊？来都不打声招呼的。哎，我就是领导视察，我就是看看你。在北京一天到晚都在忙什么呢？忙？我能干什么呀？去上班挣钱呗。你这怎么这么乱啊？这还有架子床，这都是这租给摄影工作室了。哎妈，哎你坐下说吧。哎呦，累了吧？来来来，坐下说。你俩是合法夫妻吗？那肯定是啊。但是我们那两家父母都不知道，忘记了。蓉蓉，嗯，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小舅子，我又了解了，人特别好。嗯，你住那屋是吧？啊，虽说呢，人家是个事业单位，工资不高，但是福利特别好啊。这逢年过节大包小包的不停的发，而且啊，他从小就是个学霸。虽说北京没房吧，但是老家有啊，那拆迁分的。你说说，这样的孩子。是不是祖坟上冒青烟了？是。谁的鞋啊？房客的呀，妈，你小声点，人家睡觉呢。人家老家拆套房就祖坟冒青烟，那我在北京买了四套房，咱家祖坟是不是得起猛火啊？你在胡说什么呢？这话也能随便开玩笑说的？这孩子，这怎么这么多男人的用品啊？说了有租客的吗？不是，你要。把鞋穿上吧，啊不不，你要是冷，你还是上来盖上去，啊，你鞋呀、啊。哎呀，说红蓉，你说你一个姑娘家的，成天就跟一些男的住在一起，以后你咋嫁人呢？这在北京很正常，您知道的。以前你是和穆家在一起，再说那个小张医生多老实啊，我们放心啊。现在的房客就是小张医生。他在北京也买了房子，但上下班太远了，所以又租了我一个单间儿。小张医生，小张医生，我哎，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呢？田荣啊，田荣，这就是你在北京的生活，难怪总不接家里电话呢。你是要造反啊？你把房子就租给这样的两个人？啊，你这是，还有你小张医生，你是个医生，你说你们男的这不是阿姨，您真误会我们了，您听我解释啊。私交李万兵，他不是小张医生的，他是我男朋友。你男朋友？嗯，你谈恋爱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啊？你是他男朋友？阿姨，那你跑小张房间干什么呀？啊？不是，阿姨，您消消气儿，您别误会，我错了，你错哪儿了？你看他干什么呀？看我？实在是对不住阿姨，我肯定对蓉蓉负责的。我怎么负责？我把蓉蓉娶了。你凭什么娶她？我们家里答应你娶她了吗？不是。哎，你以为你忽悠完蓉蓉就没人管呢？你父母知道这个事情吗？啊，你父母是干什么工作的？你是干什么工作的？啊，你把这一切都跟我说急了，已经结了。二哥，我想打听一下，在哪可以查到结婚证的真假？哎呀，别查了，真的假不了。嗯，你自己看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，上孝父母，下孝子女，互敬互爱，互信互勉，互谅互让，忠爱一生。阿姨，喝茶。李什么？李万兵。李万兵，丈母娘你都没见过，
你就去领证了，哪儿的礼数，哪儿的规矩啊？是，阿姨您说的对，这事儿吧，确实是我办的不地道，我跟您道歉。这样，您该打打，该骂骂，我认打认罚。我打得着你吗？我。阿姨，我是真的特喜欢蓉蓉，我这辈子我肯定会对她好，谁也别想欺负她。蓉蓉呢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女孩，能找着她是我的福分，我肯定会珍惜的。您可以考察我，考察多久都行。证都领了，我还考察啥呀我？这莫名其妙的多了个女婿，我还真得适应适应。小李，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规矩。我女儿我了解，她不是个冲动的孩子。既然她能够瞒着家里和你领证，说明她认定你了，那我也得认。以前她跟我说，北京男孩子眼界高，高攀不上。我就在想，北京男孩不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吗？大家将心比心，俩好合一好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啊？是是，阿姨，我跟蓉蓉呢，我们俩是过过事儿了，她比我能干多了。要是真论高攀的话，也是我们高攀她呀。既然领证了，就是一家人，一个女婿半个儿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家会对你好，也希望你们家能够善待蓉蓉。一定。蓉蓉，你是男孩子，要宽容，要有担当，要有责任。但是有一条，你不能够让田荣，不能受委屈。一万个人让他受委屈都可以，但是你不可以。阿姨说的话你记住了？记住了，阿姨。你能答应吗？做得到，阿姨。妈还叫阿姨啊？啊，做得到，妈。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也没跟家里说。妈，回头你跟爸说一下，我怕他生气。哼，你就等着吧，看你爸到时候咋说你。小李呀，我就把蓉蓉交给你了啊。啊，等你爸从外地回来，咱们两家人一起商量商量，好好办个婚礼。虽说呢，我们是小地方来的，但是蓉蓉呢，那也是我们家的宝贝女儿，从小也是捧在手心里养大的。我和她爸呀，就是想风风光光的把她给嫁出去啊。妈，这您放心，婚礼我们一定好好办。嗯，您看看您那边有什么礼数，咱一块合计合计。您说什么，我照办什么，没二话，一定风风光光的把蓉蓉娶进门。嗯。我呢，很早就没妈了。多少年都没喊过妈了，今儿喊您一声妈，我就是您儿子，以后对蓉蓉好，对您好，就是我的本分，绝对不让你们受委屈，妈。哎，真是好孩子，
妈信你啊。那拿着。哟，不行，妈，这我绝对不能要。有改口费。妈给你的，你就收着。收着，收着，收着，收着。那我收了。对，收着，收着，拿着啊。收收收。谢妈。走。蓉蓉吧，也是被他爸给惯坏了啊。这个性格呢，你也都知道，都了解啊，你就多担待啊。今天我让大家来开会呢，是要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准备启动一个纠纷案。我给大家把案情介绍一下啊。这个是华然置业和龙虎石材厂的一个纠纷案。5年前，欠款人唐虎经营了燕南兴达贸易有限公司，他是法人代表。5年之后，我们发现他又在西北的唐县经营了龙虎石材厂，但是法人代表是唐龙，但是唐龙和唐虎是亲兄弟的关系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启动这个纠纷案了。陆斌，在。你负责跟这个案子。好。有什么不懂的呢？你就问金磊就行了。进。吴律师，你要的东西打印好了。好，来了。你们家？你的私人定制到了。好的。又多又厚的私人定制啊。黎明集团不是收购紫薇园林没有成功吗？然后他们又物色了几家，你去挑一下，然后做个尽调。明白。还有什么不明白不清楚的吗？没有了。没有了哈。好，散会。媳妇儿，回来了啊！回来啦！吃什么呀，今儿？西红柿炒鸡蛋。行。发工资了啊！恭喜你呀、完成了第一个小目标，多少钱？5000。知道你喜欢钱，特意取的现金，回来给您数。吃我者莫若夫，过来给我亲一下。哟。我不仅要数、你还要把我数钱的样子给拍下来。行，来，这是李大少爷的第一个月工资，简直就纪念币啊。那是。真要拍啊？必须的，来，录着了，快点。我要不要换一边？这边是不是不太好看？我换一边吧，这边吧。数哪儿都忘了。一、二、三，怎么样？数钱的样子帅不帅？我媳妇数钱的样子倍儿帅。再数一遍，再数一遍。数一小，数一小。别这个好像上回你那小孩算5秒不好意思哈、又来晚了。姐，穿这么正式、我今天加班不迟到了。没有，我们都到早了，他们都是师范积极分子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表姐李木佳。姐姐好。姐姐好。姐姐好。欢迎欢迎加入师范积极分子联盟。行了，赶紧吃饭吧。姐，他们都是我们高盛的死党。这是令达、依依、橙子、大鱼、肚子，你们好。你们家这基因也太强了吧？那必须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就别人。穆佳姐，你叫我令达也行，叫我达令我就更开心。那我还是叫你令达吧，我有男朋友。就是有男朋友了，看来我来晚了，错过。那还是别叫达令了，我怕挨打。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是吧？吃。有葱花吗？有，来。好，谢谢。李总，欢迎你的深圳大地，我们都期待你的黎明大厦傲立在罗湖商业中心。谢谢，很快的会是黎明破晓的速度。其实设计规划呢，这边已经完成了，年初应该可以动工。我们在准备奠基仪式，到时候诸位一定要来捧场，好吧？谢谢，来，好，谢谢。李总，出事了。诸位，你们先聊，我这边有事先失陪一下，我们下次见。好。诸位啊，刚刚得到消息，那块地的产权出现了一些纠纷，深圳的项目没法如期开工。李总、方总，深圳项目的招商和规划已经完成。这个时候通知延期，
那我们之前的招商全得重新谈，而且还要赔一笔很大的违约金。知道了，事儿有点麻烦。不是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不等了，我们也跟着更改计划，跟那些已经签约的客户去见面，看能不能用减免租金的方式去冲抵违约金，只能这样。最大的商户是卡曼百货是吧？是。跟负责人联系一下，尽快安排我们见个面。哎，好，我这就打电话。哎，金总啊，不好意思打扰了啊，我们林总来深圳出差。想约你一起吃夜宵。什么？在澳门？哦，澳门没问题。行，我们不见不散。好嘞。沙总，这边你先照应着，我跟方舟去趟澳门。好。今天喊大家来，确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要跟大家宣布。说。就是我跟青儿，我们两个。终于结束了6年的爱情长跑。嗯，分了。我们领证了。当当当！哇哇哇！来看一眼。我靠！看一下。我这包挺能藏啊，这么深的呀？啊，看这个是啥呀？来给你看看。我很感谢你们陪着我们，支持我们。我可能就简简单单的这样，也谢谢穆佳姐愿意作为亲属代表来这儿，谢谢你们。来来来，干杯！来来来来来，祝你们新婚快乐！新婚快乐！新婚快乐！新年好！新年好！快吃吧，快吃吧，快吃吧，快吃，快吃！愿意。你们俩回去官方认证去了，你都不早说一声呢。我说就不好玩了，还好玩，你真行。姐，会不会觉得我委屈谦儿了？委不委屈？不委屈。那行。我们家谦儿觉得不委屈就是不委屈。我看你们俩特别幸福，我真的特别替你们高兴。哎呀，我怎么回事？我还觉得你们俩是之前一起买雪糕的小女孩，那怎么就都结婚了呢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就是我们俩小时候其实都特别爱吃雪糕，也都没什么零花钱，就买一根，他一口我一口，他还老觉得我吃的那口比他的多。然后非得拿着那个尺子在那量那个雪糕，我当时就觉得说，这小孩肯定以后有出息，没想到还真挺有出息的。当然了，就是，哎呦，就是希望你们能幸福，希望你们能白头偕老，幸福一辈子。你放心，姐，一定一辈子对钱好。姐，你也一定要幸福。来，行，来，对了，今天这么重要日子，我们是不是得记录一下？行，那当然了。来来来，拍照，拍照，坐着，坐着，坐一下，坐一下，对，来，稍等一下，这个给你挪一下。行，我代表贵妃主席。谢来了啊，站好了，姐姐，站好了吗？好了，你干嘛呢？快点儿，来，3、2、1，新婚快乐！来，等一下，没我。没有房子，没有婚纱，没有婚礼，连洞房都是租来的，在这个涮肉店的小包间。两个年轻人过家家似的办了婚礼，收获了满满的幸福。
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李先生，今天可不是普通的聚餐，是我表妹结婚，请了好多朋友，家属就我一个，可惜你没来。哎呦，李总，哎呀，走走走，秦总，幸会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哎呀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不，产权有纠纷我理解，但是你耽误了我开业呀，我损失很大呀。所以呢，我们黎明集团愿意提供三个月的免租期作为补偿。No， 这年头啊，现金为王，你违约了呀，赔偿违约金，天经地义呀。那金总如果是这个态度的话，我确实是无话可说。哎，李总，你平时玩牌吗？从不。来澳门了，你玩一把再走呗。我岳父澳门是为了金总您，不是为了玩，先告辞。拿违约金为赌注如何呀？只要赌注有吸引力，没人能够拒绝上桌啊。赌违约金对我来说没有足够的吸引力。那你想赌什么？赌所有签约商户的违约金。上桌。三条 K， 三条枪，苍蝇。金总好手气。呈上。钱我会尽快转给你，告诉我。黄志华，我是给金总的钱。从我的私人账户转回来。李总，这合适吗？合适。我可以帮公司赢，但输只能我一个人。好。穆家，你怎么才接电话呀？都急死我了。我没事，晚上多喝了几杯，
就睡着了。你怎么会喝多了呢？可能是身体有点疲劳吧。阿海姆家，我看到你给我发的信息了，真的不知道今天是你表妹的婚礼，我失礼了。没关系，我也是去了才知道，等你回来我们不请他们就行。哎，你住酒店吗？还是老地方？嗯。你声音怎么这么奇怪？哪里有奇怪，我没事的。穆佳，你给我唱首歌听听呗。怎么了？是出差不太顺利吗？没事没事，就是有点想你们。我也想你。我今天看见陈青跟高畅他们俩那么幸福，我就想你也在我身边。我也想把你介绍给我的家人和朋友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那我唱了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至暗时刻，是你的歌声给了我巨大的抚慰。深圳干嘛去了？我想你了，我听你声音感觉你挺累的，我就想过来看看你。你怎么回去了呀？跟你一样的原因。啊，那你就在我家等着我啊，我家密码是你生日。啊，我现在回去了。我等你。这世上没有人能代替你一分，你的温柔眼神治愈了我的成为最幸福。
的人。喂，方舟。李总，打扰您了，深圳又出事了。你先控制住事态，我这就赶过去。飞机上，我这儿深圳又出了点状况，我得马上赶回去，只能回来见了。对不起，想你。没关系，我已经落地北京了，你照顾好自己，等你回来。这里是监控中心，请问需要帮助吗？啊，我没事，我就是有点累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喂，经理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睡了吗？哦，我东边那套房子想卖，你能不能帮我上下系统啊？这大晚上的，都几点了？不再等等啊？不等了。木佳，
总算开门了，吓死我了。打你电话不接，信息也不回。昨晚睡沙发呢？嗯。过的什么日子？住着豪宅，连床都不睡。哎，你穿鞋呀，地凉。还喝酒？你一个人喝这么多，难不难受？难受。活该。喝这么多。我去给你倒水，也不知道放了几天了，能不能喝？能喝，能不？我跟李国吵架了？没吵，没吵。你这个德行，昨天就看见你着急往外跑，不知道几点才回来。你怎么看见我了？就小区门口那块儿。哦。我还找了个兼职，在贵小区值夜班看监控。不是，白天晚上轮流干，你身体不要了？你在家看电视也是这个点睡，在家看电视还浪费电呢，在这儿兼职还可以挣钱，多划算！你能不能注意一下身体？你自己也经常加班到深更半夜，你还说我？所以你昨天去哪儿了？深圳。深圳。然后我又回来了。欠多少的？所以说，你去深圳找黎光，然后黎光回北京找你，完了你回北京跟他会合，他又有急事去了深圳。对，就是这样。真是欠多少的。昨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也没接，我就吃不好睡不好，看东西也看不进去。后来呢，他给我打回来了一个，我一听他那个声音我就觉得不太对，然后我一冲动我就买票过去了，结果呢他回来了。烧钱是真烧钱，浪漫是真浪漫。可是我觉得不太对，这不是一个好兆头。为啥呀？你俩好的跟偶像剧似的，飞来飞去。我特别迷恋李光，他老是从天而降，他只要一有时间，他就会过来找我。我觉得我是他最重要的人。嗯。现在呢，我就越爱越深，越爱越深。你听我说，就越陷越深。嗯，我就觉得。我觉得我沦陷了，我现在就是一个恋爱脑。那人家是黎光，恋爱脑就恋爱脑吧。可这不是我呀。那有什么关系？人家黎光是地产圈叱咤风云的大神，你不能说你爱上个雄鹰，还要求别人跟草鸡一样在家陪你孵蛋吧？怎么回事？是小母鸡，它草鸡。那房贷还了吗？怎么了？你要不要借钱？我有100万了。你饿不饿？要不要煮点东西给你吃？我饿了，你给我煮点面啊。李总，建筑公司那边听说要改革的话，生怕返工，索性自己就停工了。擅自停工，这不是严重违约吗？是啊，我们的法务去交涉，对方无理三分闹，还召集工人在工地闹事，光明正大的巡视生非，这不胡闹。方舟啊，去处理一下。好，稍等。吴勇，到时候我要是结婚了，你就要牵着我的手，带着我走向黎光。没问题，考你都没问题。那万一我跟黎光走不下去了，你也得陪着我。结婚找我，失恋还找我？我是你妈呀。结婚肯定很开心很开心，失恋肯定很伤心很伤心，反正你都得陪着我。哎，你再这么患得患失，这爱情的天平就要失衡了。不是呀，可是我做不到啊。我真感觉我要陷进去了，好想跟他有个家呀。要么把自己拔出来，要么把他也拉下水。家里有没有鸡蛋？没有。
那家里有什么？啥也没有，就这些。啥也没有？嗯。你说你住豪宅有什么意思？还天天给我送牛排，你不吃不喝的，每天靠着什么客厅阳光光合作用啊？真是。哎，面好了，当心烫。姐姐，没胃口也要吃啊。我有胃口，我可饿了。那说明你不是恋爱脑，恋爱脑都吃不下饭。当心烫啊！嗯，碗边可烫了。嗯，牛肉做的就是好吃。这是方便面，谁煮都一样。不不不，是因为你。哎，嗯，这里，这里，你干嘛？你干嘛呀？我说你这有葱花。你这个恋爱脑，老在想啥？恋爱脑，恋爱脑。亲我，想亲我。最幸福的人。